来讲义黄色本第十一页，我们来练习右手哆来哆使用食指，好，然后跳小拇指，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切换，好，是可能要手要轻巧一点。有人说老师我一只手弹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如果你的手够大的话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你的速度要快的时候，要稳的时候，不是那么容易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先做小跳的方式。那第二次哆来哆西，直接哆来咪发大拇指，食指，好，那又再一次，第二次你可以有点变化，就变哆来哆西，好，这边要一路下来，好，那左手我们练习都是固定的模式，一个对两个，所以我们下次听第十一页倒数第二行，最后进来。